老板咋还不来呀？急死我了！老板，你啥时候来的呀？妹妹，你看到老板了吗？没有啊。哎呀，这可咋办呢？就你的那个，这次合同很重要啊，你别搞砸了，加油！彤总，我们已经让你20%了，不能再低了。就你个小丫头跟我谈合作，你觉得我凭什么跟你签呢？哎，你干嘛？没事没事，你们继续。没大没小，这啥意思？你信不信我给你眼睛挖出来呀？哎，小顾，彤总，这合同就冲你们这态度啊，签不了。彤总，给个面子。给不了。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次合同。你，我说彭夫人要是看到这些会怎么样呢？还得是老板呢，姐，你太帅了，晚上吃火锅。太好了。不是老板，你真他妈的。